现在的人总爱当低头一族，就是坐下低下头看手机，坐下低下头看手机。而我就爱当饼咖一族，就是坐下吃饼干喝咖啡，坐下吃饼干喝咖啡。我所选择的就是坐下吃 Hup Seng 乒乓胶胶饼，喝 In Comix 白咖啡，一个香脆，一个香浓。现在你也跟我一起坐下吃 Hup Seng 乒乓胶胶饼。